最脚下，这里面比较密。可能有半个小时了，在心里血，你没感受到吗？疼不疼？一点感受都没有。那我以前觉得可能，哎，对这些东西很害怕嘛。其实，它真正的咬你之后，你觉得也没有那么害怕。不管遇到什么，它都是你这条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风景，勇敢的走过去就行了。小心点，我脸了，来，跟我手，这只手，